特调准备什么料吗？巧克力酱、白开酱、辣椒酱。我来跟他们玩游戏，要把调味酱加到里面 ，shake shake shake shake， 然后调出他们特制的特调。找我是吧？啊，就是那个人不能生的人啊！对，没错，我的爷爷啊，那边广东人应该算外国人吧？喂，快点哦！对对对，真的感谢你来协助我这个吧台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光这样子太无聊了，真太无聊。要来挑战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知道？猜的啦。马上被获个，那我们今天要挑战，在抖内，在抖内，我找三组，你找三组，然后饮料，然后我这边有非常多的调味料，我们今天就是要特调人家给他喝，然后卖人家，所以你要想办法让他懂内，然后谁的钱最多，谁就赢了。输的那个人呢，就要接受对方的一杯终极特调，然后并且喝完之后直接跳下舞。好，可以。我赢定了吧？你们看脸就知道我赢定了。喝完还要跳泳池啊？好，奎丁的粉丝，我让奎丁跳泳池，我努力。好，那我先去拿抖内箱给你。好，来。OK， 这是我的抖内箱，这是我特别为你准备的抖内箱。别差太多了吧？没有关系，我们男生凭实力。我里面有帮你准备一支奇异笔啦。好，抖内箱是不是？对，看你要写什么。从这边下来，功德无量，好心会有好报，感谢干爹，感谢干妈，怀念的抖内箱，欢迎抖内。铁牛朵内箱，二个最高，然后有一个非常派的脸。这世代就是我们要做自己，所以怎么样？要朵内是不要朵内，他妈的给钱啦！啊，那这样我是太弱啊。没事，我是用勒索的方式。我说啊，欢迎朵内，咱试试看看当地的人他们吃哪一招。OK 啊。哎，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吧台这边哦，这边有奎丁帮各位准备了性感特调，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东西，我是不知道是什么，大家可以来尝试要跟他们互动一下。OK， 没有问题，我找三个。下午把你带到吧台那边去吃特调，大前辈，大前辈，来来来，大前辈，拍片中，拍片中，精神准备，好吃，好吃，是一个，是一个就好，哥哥拍片，是一个就好，是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。好快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有没有去看？我有拍一部影片在讲这个，这是世界上最恐怖。这个可以解辣，这个是奶茶可以解辣，来喝。来来来来来，没去，怎么样？他流口水。你们在什么地方？哎，解辣一下，快点！真的太苦了，直接喝，直接喝。哦，看好苦啊！太苦，爆肝苦，爆肝苦。哎，看，我也有毛蕊。什么东西？这是新一代的朝天椒奶茶。乖乖是我好朋友，我对你温柔一点。先来个枫林果糖，好香啊！欢迎，你要选什么？榛果酱。OK OK， 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你要选什么茶？你要选奶茶。奶茶，奶茶，就奶茶。够了吗？应该够了。哇，这个屌哦！桌子准备喝完。啊啊啊！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布布，刀石。查克拉的极限，可以放我一把吗？第二把，我怕我连输三把。好了，你觉得我这一杯饮料可以值多少？一千块，谢谢。喝得舒服，喝得开心。耶，找第二批，来就你啦。我们就自己挑，然后再讲我们加了什么。我先加海苔酱。你不要加咸的啦。海苔酱配什么都很棒。这一次我只走个正常路线。啊，开了？还没开。我既然有这些主食，就要配咖喱粉。高粉，我们加一点番茄酱，
再加那个小熊软糖，点缀啊，点缀一下。绿茶跟奶茶，奶茶，我刚刚就喝奶茶，真的。那绿茶好了，绿茶。天哪！我出布哦，我出剪刀，我从头到尾就这样。我有没有骗过你？我有骗过你吗？有骗过我？哪有？有骗过我哟。剪刀石头布。我相信我的剪刀，交给你了。面是喝掉了，好来。干哦。谢谢款待。来，到了我们最终的环节，你愿意花多少钱买它？妈的，给钱的。好，真拿你没办法。我看你挣我们公费。妈妈十块，黄金公费我等下补啦。哎、欸，我要不要我现在补回去？十块。好啦，拜拜。我找第三组了。有用。来第三组。好到了。我这个人很简单，是吃你一片肉，我当然请你喝一杯酒，然后请我喝酒，这样没问题啊。规则很简单，我挑四样调味料，你挑四样调味料，那我们就猜拳，输的把它干光。说好的酒呢？我们就是丰年果糖。好像一片花生的舌头。那我们就是面包咯。这个面包过期了，真的假的？可是过期的才好吃。这一杯饱足感还蛮够的。对，阿丁啊，这种东西可以不要拿出来吗？这一杯如果加下去的话，我死了。有碗酱酱吗？番茄酱是不是？Oreo。你要加什么饮料？我觉得这适合呢，其实就是一个早餐的搭配，半熟蛋再打一颗下去。这边喝下去可以回家生宝宝了。好来，可以来猜拳。剪刀石头布，之前进怎么会输？剪刀石头布，压力太大。剪刀石头布，哇，那个第一次图别了，这谁调了？是你自己调的、啊，是吗？对。喷汁对不对？瞬间喷汁。我觉得番茄酱，它整个蛋炒饭跟薯条在一起，我强烈建议番茄酱不要用喝的，嘴腔里面全部都只有番茄酱，真的真的看不到其他角色。这整部戏里面，哦来，三二一，干。到了我们最精彩的环节，你们觉得这杯饮料的价值多少钱？我觉得100块左右。哇，你看他手上的雨滴，你有没有？这个是还好，我今天还没吃早餐，早餐钱还留着。刚好了。阿全，我刚刚看到他有一张蓝色的。好，我这边结束了。我现在去找三组。听说黄氏兄弟还有钱邀请你们去玩个游戏，玩什么？想要饮料，然后想要熟读书，把它喝下去。可以的 ，OK 吗？我先加这个可爱一点的，比较轻松一点，对，很搭你。先来个软糖好了。他们已经躲到一边。来，该我，我加这个。好选择。哇塞！甜的甘梅粉好了，甘梅粉 OK。然后该我了吗？对，是辣吗？还好，应该就是蛮能吃的啦。OK。一定要加一点这个啊！我都是把自己喜欢的推荐给别人。印度咖喱粉哦，感觉是有人加过了，是不是？对，那选哪一个？挑一个喜欢的饮品吧，无糖绿好。明智的选择，这感觉很好哎。那这已经不是加什么问题，这是你可能难把这个喝完。我刚才跟他的妈妈带过来玩这个可怕的游戏，第一次见面就玩那么激烈。石头布。好，游戏被聊聊了。其实我刚才已经有心理准备，我要喝了。没怕。我们丁姐什么没喝过？辣椒而已，还好。你刚刚也是喝这个？我没有喝。你没喝吗？你要喝吗？不难喝。水丁的内心有一个勇士。不难喝。还是有点渴。很难形容，不算太难，因为它这个甜能给它综合掉了。别塞啦，可以啊，好吃啊，有哇有水啊，顺哦。最后的选择还是选择用 man 来结束。我想问一下，这杯特调你给他多少？欢迎抖内。我想说一件事，就很抱歉，就是我出门是不带钱的。呀，真的，我没有开玩笑。没关系啊，我帮他付。我现在输超惨的。没输了，还有两次机会，去找第二组吧。好，那我先去找。谢谢你，谢谢哲哲。来了，我找辣妹好了，要跟我一起开吗？
我们到外面了，要找到第二组了。好，走果糖的是不是？他说胖子算大小，我来秀这个东西。来，该我。小馒头 all in。我觉得恶棍的人都很冲哎。很冲吗？你们。哇，妹妹，其实你没有管后果，对不对？他也是蛮通的，对，这也是我嘛。榛果酱，榛果酱的舌头。哇，来，该你。哇喂喂！我靠！哎、欸，番茄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，用喝的。你要柳橙汁还是奶茶还是绿茶？奶茶好，不能下咽吧？好，这样子。我天哪，那个。哎，讲真的，这一杯啊，是我目前看到最稠的一杯。我检查石头布。不行，喝一大口就可以了。嗯哼，嗯哼，你可以，我听得出来。好冲哦，太咸了。那再补一点奶茶吗？好，来，没有问题。北京，你有吓到吗？我吓到。你要把它喝完，你好猛哦。可以，其实喝到后面还不错。你认真可以。拿下，你真的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算了算了，没有不好。我可以。好喝。来嘛，现在的女生就是这样子，女子力当强，太猛了！哎、欸，这杯你调的，你觉得很好喝，对不对？还不错啦。那这么好喝的饮料，你给他多少钱的？可以，可以给我，我就给他十块。很好，很好，可以听，继续保持，你还有一次机会，真的。至少我进步了，我现在跟你差没有很多了，我要加油。走走走，我去找第三组。姜黄，姜黄是不是？姜黄辣椒，哇，男生懂。姜黄吗？要多少？好，还有吗？辣椒，辣椒你要挖多少？好，一匙就好了。我稍微那个脸就是。这里面有苦、甜、辣，所以差一个酸。番茄酱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特别爱番茄酱。Oh yes。花生酱，看这边哦，看这边哦，健保有一个好了，三个做底的，你们想哪一个？然后因为是两个人，所以我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来分享回忆一下。不，不，不，我赢了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开始啊！怎么啦？打第一，哇，对。这个流利的，姜黄是在你嘴巴里面跳舞。来哦，来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来结算。我记得你刚最后有一个1000，我是第一个1000，我是1110块。我的是1021，你们输了80块。所以输是有惩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记得我们刚才前面讲吗？我只记得好像要跳水，就是喝完一杯跳水。好，我们去跳。我刚看到了奎丁的摄影师往外指，那外面是什么？来，镜头慢慢的偏过去就看到了。游泳池。游泳池。OK。我们今天就在泳池做结尾，走啊！对。超烦。
你照他，你照他。我今天我喝了三杯，好饿，我现在一打嗝都是辣椒味。不过没关系啊，看大家都玩得蛮开心的。喜欢我影片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记得追踪玩更。今天很谢谢铁牛帮忙，也希望每一位来参加恶棍派对的人可以玩得开心。我先去洗澡了，拜拜。大破这世界。